你好，下午的1:25，我是环球邮报的社长。今天是礼拜天啊，周休四日最后一天。我们来看看台北观察，台北观察，观察台北花博公园、农夫市集啊的现场，农夫市集有卖什么新的东西，有什么活动？刚刚社长买一个他的酵素南投香农会、新义香农会。啊，那个冰淇淋还蛮好吃的，35块一杯啊，还蛮好吃的。今天是宜兰州，宜兰，你看他这个卖的皮蛋、鸡蛋。榆林县啊，这个卖的是什么甘蔗？他卖的甘蔗汁，绿色的甘蔗汁啊。很少看到他来卖，所以说也算是新的。哦，他嘉义这家有来卖，这家是最有名的。但天气很热。嘉义那个汤啊，花枝丸啊，这家非常有名，嘉义花枝丸汤。这是东山乡的卖的什么虾仁肉圆。这是清蒸肉圆，肉圆一般都是油炸的，它是清蒸的。哎，老板，我买一个葱油饼来吃。好好好。我看到他这边有一个三星葱油饼，啊。